我的弟弟，他叫做安安，今年一岁了。他有一双大大的眼睛。我的弟弟，他的嘴总是动个不停，什么东西都要放进嘴巴尝一口。我的弟弟很爱哭。安安，我给他去倒点牛奶哦，等一下再陪你吧。每次看到妈妈出门，安安，妈妈去上个厕所，他就崩溃。他真的很爱哭，这个爱哭的跟屁虫。我的弟弟很喜欢跟我玩。有一次，我抱他的时候，咦，怎么热热的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安安，你怎么天天在我身上？我的弟弟非常听我的话。Oh no!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可以按赞订阅我们哦。你们的留言，我跟妈妈都会看。大家拜拜。